我是怎么搞的？恐怖密室门票，朋友们，已使用。哎，有小芒的恐怖密室门票，一共八张，全都是使用的，那说明他还很喜欢玩密室啊。他肯定会喜欢在小芒 APP 上玩密室吧？哎，在我坐一会儿。哎，小芒的，我们现在是要从这样爬出去，是不是？爬那个对安全通道。是你用甜蜜的爱为我打开了一扇未来的窗。这里还有一个字母密码锁。这几个字是不是它暗含着什么意思？是的，字母密码。字母是不是？五位。甜蜜的爱指代什么呢？有笔记本，是有笔记本电脑。来来，开。哎，这还有个，都拿出来。电话购买信息记录，有一个网购记录。嗯，网购的啥？粮油大礼包。把东西送到工厂外100米处的大榕树。大榕树。这还有个 Word 文档。最常听的歌单。我是一颗跳跳糖，阳光彩虹小白马。阳光彩虹小白马，滴滴滴滴滴答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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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曹老板收有个信。曹老板您好，因为今天给您发信息打电话您都不回，所以我们只能写这封信给您。2019年4月到2020年4月，这一年时间里是我们厂子腾飞的一年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讲一讲。我是住在隔壁邻居的女儿，我叫桃花。不是写了一个那个纸条吗？下面那个便条是你写的？对对对，是我写的。因为每到晚上，她一直会有一个奇怪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声音，但是她一到晚上就很奇怪，一晚上都睡不着。我就躲在这儿了，躲了一晚上。那这里有没有来过人呢？就来了你们。家人都没有。对，没有。你是咋进来的？门缝里。厉害！我就一个木，我就进来了。哎，我们接着读那个吧。好，我们先让文涛把那个工人的信给读完。这封信的意思就是，这是一个烟花厂，然后之前的销量一直特别好，突然在这个2020年4月17日，他宣布把这个厂子和商店都关闭，然后把所有的工人都遣散。这时间点正好和陶焕山母亲说的那个失踪时间是一样的，就他那会儿失踪，然后关门，然后失踪。然后我这边有一个记录本啊，就算买下了这破厂子，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，就算连和妈妈都不敢提起我们的创业大冒险，但是因为有你陪着我，我们的未来就充满了希望。你最不喜欢看书，却愿意为了我翻遍所有烟花设计的资料和书籍。宝贝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看见最美的烟花。他女朋友写的，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烟花，所以你答应过我会在你设计出的最美烟花下向我求婚。这是2018年4月17日，两个人是他们的纪念日吧。对，看一看2019年4月17日，两人分别写了2018年4月到2019年4月是我们创业的第一年，我自己设计的烟花销量真的太差了，全都堆积在了仓库卖不出去，我的人生也像烟花一样燃尽后的灰烬一样只剩绝望。
结果下面写了一个别灰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你设计那些烟花造型都是我们最喜欢的事物，我把它们都组成在一起就是我们爱的甜蜜，爱的甜蜜就只对应着那个安全窗口上的东西。要计算了，来，这就是英文单词。嗯。